我们今天呢，最主要呢是练习一下强弱，以及我们把整首曲子合一遍。经过了我们前面这么多次的排练呢，我想今天感受一下这个效果哈。我们试一下把稿子放下啊，脱稿来一次，因为我们演出的时候不可能拿着稿子上去唱的，没有稿子的。好，全部把稿子放下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大家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歌曲的意境上面，感觉你们是走在校园当中，走在这个林荫大道当中，一边走一边唱的感觉哈。一、二、三，走。时光匆匆，只是一转眼，看似晴天天涯的姻缘，大道不如人。声音出来，学字。你升个这个声部怎么回事？我有点还没有记住呢。那你先看一下，先看着对着谱子来，不然你的声音都偏低的。我看这边这一块都可以了，学志你要加油哈。其实脱稿的话，包括词，还有一些五线谱，包括它的一些旋律，可能会没有记得那么熟。我希望可能在接下来的排练，甚至到最后的表演的时候，我希望我可以把它完成好。今天呢，感觉大家的情绪还可以哈，就是大家也基本上能够背谱了。接下来的任务呢，就是完全做到每个人都脱稿。你只有脱稿了，我们才能在情绪上面做文章。那么这边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今天都还可以，就是有时候要瞄一下。但是学志呢，你的情况是比较突出的啊，你这边一定要完全脱稿。好，那今天先到这里。